即使在印度，一段时间后它也被扭曲了。如果你看看在梵蒂冈的做法，他们总是说阿门。又数一百级的人，他们只是通过发阿门音就完全摆脱了药物治疗的需要。如果你正在承受着过度的恐惧，每天发阿门音几分钟会给你带来巨大的不同。如果你要不用舌头发出声音，你能发出什么声音？我要你试验一下看看，不用舌头，试试能发出什么声音。是的，你肯定能发。有可能。还有别的吗？是，有可能。一个无法说话的人，一个哑巴，说不出话的人，他会发出什么声音？因为这三个音不需要用你的舌头。看，如果你把舌头去掉，你只能发出三个音。你在使用舌头，把舌头放在上颚的不同位置，混合这三个音就产生了所有其他声音。如果你对彩电有所了解，你就知道它只有三个基本颜色。用这三个颜色，你从先三观上看到了其他所有可能的颜色。同样的，只有三个基本音，用这三个基本音，你就能发出所有其他声音。舌头只是在帮助你以许多复杂的方式混合这三个音。现在这三个音被称为是基本音或宇宙音，因为这三个声音是你能发出的所有其他声音的基础。如果你把这三个音连起来发，你会得到什么音？不是 OM。如果你张开嘴排出空气，它成为啊。你慢慢合上，合到一半它变成哦。当你完全合上它变成嗯。几乎每一种生物都能发这三个音。如果你家里有猫狗，如果它大哈欠，它会怎么样？如果它张大嘴，它发啊，嘴合到一半，它发呜，合拢就是嗯。所以这是三个基本音，它们是你能发出的所有其他声音的基础。为什么他们被称为宇宙音？今天现代科学告诉你，整个存在只是能量的震动，同一个能量以不同的方式震动，就变成了很多不同的东西。如果整个存在只是一种震动，在有震动的地方就一定会有声音，难道不是吗？
哪里有震动，哪里就一定有声音。所以整个存在就是一个复杂的声音混合体。这是一种声音，那是另一种声音，每个形式都是某种声音。如果你把声音输入是波器，一种声音测量仪，机器会根据声音的频率、振幅以及声音的其他变量显示出一种形状，这意味着每个声音都附有一个形式。同样，每种形式都附有一个声音。所以声音和形式之间的这种关系，就是我们所知道的 mantra 的科学。现在现代科学向你证明，整个存在只是一个震动，有震动的地方就一定有声音，所以整个存在就是声音，所有这些复杂声音组合的根源音就是啊呜也就是am。所以am被称为宇宙音，或者说是创造的基本音。所以在基督教里，今天不管他们说什么都会以 Amen 结束。如果你看看在梵蒂冈的做法，他们总是说 Amen， 把末尾的 N 去掉，说 Amen如果你要弄明白这点，你可以看到台米尔语中有类似的加强音。看现在 Iran Vidi， 知道 Ram 吗？出生在 Ayodhya 的，当他来到南方时，当他进入安德拉邦和卡纳塔克邦时，人们叫他 Rama。 后来他经过台米尔纳的邦，人们叫他Raman。 如果 Krishna 来到台米尔纳的邦，你们会怎么叫的？ Krishna。 如果 Arjun 来到台米尔纳的邦，你们怎么叫他？ Arjunan。 如果 Bhim 来到台米尔纳的邦，你们怎么叫他？ Bhiman。 任何人来到台米尔纳的邦，他们的名字末尾都会被加上 ng 音。泰米尔语中这种强加 N 的现象比阿拉姆语明显的多。Amen。 你把 N 去掉就只是 Am。 今天这个 Amen 去到美国就变成了 Amen。 这就是文化和语言造成的扭曲。伊斯兰教也起源于同一个地区，在相同的文化和语言影响下，他们说 Amin， 把 N 去掉，然后说 Amin。 同样的声音，因为只要人在本性上变得安静，不是学校老师的静默，也不是堵住耳朵的静默。如果你因自己的本质变得静默，就会在身体系统中回响，因为你物质存在的根源音就是 Am。 当 Am 震动时，它会从肚脐下方开始到鼻尖结束，这个震动会自己发生。所以当一个人真正安静地坐着，内在绝对的安静时，他就总能意识到Am的声音。当他传授Am时，
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影响，一段时间后它就被扭曲了。即使在印度，也变成了 Om。 这不是 Om， 你张大嘴巴啊，慢慢的合上嘴，就变成 O， 闭拢嘴就变成 Om， 能带来无数的好处。即使在今天，如果任何有心理障碍的人来到这里，第一个处方总是 Om。你这样做几周，你稳定下来，然后我们才看其他方面。我可以给你们看有数一百几的人，医学诊断他们与生都要靠精神药物度过，他们只是通过法 Om In 就完全摆脱了药物治疗的需要。如果你正在承受着过度的恐惧、怪梦、做噩梦、梦魇、精神不稳定、身体不稳定，如果你总体体质虚弱，容易经常生病，尤其是孩子，如果他们有注意力障碍，每天发奥米音几分钟会给你带来巨大的不同。如果你有这样的问题，就是你在生活中做事缺乏决心，每天发奥米音将会真正的转化呢。在几周之内，你就能注意到你运作的方式有明显不同，因为这是你的物质存在的基本因素。